两个生完就收了吗？还是说还会继续？如果真的有第三个，我是交给老天爷，就是他真的这个灵魂，他就是跟我那么有缘分，就是某一年某一月某一天就是要来投胎这个世上，那我们欢迎他。哎，你们今年是结婚第七年？对啊。刷牙，对不起。因为在试关卡。其实大家都是，我出去像跟我老先生出去，就是他一些商业晚餐啊，大家还是很喜欢叫我试关卡，就很开心。对，都很喜欢跟我谈他们在海军陆战队怎么样啊，他们以前当班长怎么样啊？对，这我也蛮开心，我也能够跟。那个时候，那个角色到现在都忘了。所以你跟小贤他们都还有联络吗？小贤，连友，哦、就是脸书友。两个生完就收了吗？还是说还会？我每次都很好奇这个问题。我人生中，我觉得如果现在两个，如果真的有第三个，我是交给老天爷，就是他真的这个灵魂。跟我那么有缘分，就是某一年某一月某一天就是要来投胎这个世上，那我们欢迎他。那你们今年是结婚第七年？对啊。我觉得他有进步，我觉得我们的沟通管道还蛮畅通，就是我不舒服的点告诉他，他会去解决，不会去委曲求全，但是会因为在乎对方而做改变。这七年有大吵过？严重是到什么？就不讲话，就用冷战，就是冷。哦，对，我前阵子去照 X 光，我的脊椎太直了，然后那个原因是因为肌肉紧绷到把我的，应该是这样，人的脊椎应该是这样，不是我变这样。对，所以我有一阵子的生活品质很差，因为头很痛，然后那个头痛是这么厉害，现在都在做物理治疗，像电疗跟。牵引，把脖子牵引，就是那种牵引，然后这样，对，是观察口气。好喽，来，现在是哑喽。哇，哥哥很棒，小朋友在吵架，这点很奇妙。然后我的临界点到了周末，快点刷牙。真的，有时候临界点让你忍不住的时候，就会从我的丹田跑出一些秘密的。演出的角色其实都活在身体里面，我要扛一口气，我才输。我老公是药粉，如果他在，他会说硬的软的他都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佑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，熊熬算。三立严选最划算，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